你有记得我吗？你有记得我吗？做吉南部的时候。对，我做吉南部的时候有去拍你们啊。啊，今天只有你们两个来了。是哦，啊，其他小朋友呢？因为他们要上课。上课？现在不是放暑假了吗？你要永远都看见我们最佳时刻。尖尖的，尖尖的，越爬越远。而今天十四组的梦想团队都是经过了非常重要的整个过程之后，来到了总决赛的比赛现场，表演呢会进入。好，今天好，我抽出来了，废话吗？好，我要接着讲，你真的以为在参加尾牙呀？啊？效果做得相当的足够。对对对，我觉得我还不错，我们不用走太远，他就在旁边的。真的假的？国立台中教育大学，天哪！是小学是第一站。大家欣赏，你真的太厉害了，就让我们真的顺时针的走完呢。是的，没错。好，大家加油喽！谢谢副局长。我们的主题是搓出甘甜的绿宝石。他们讲说我们很会表达，但大家都很会讲。好像是的。今天加油，大家加油。第二步，那个毕业也超完的那个。因为没办法很多人到场，所以我们让同学都画了自己的自画像，再把他们带来。软软的，软软的，艾草。哈哈哈哈哈！就是玩这个用的。是两只鱼。两只鱼。跟家人一起吃饭，一起做饭，也希望大家可以了解到，即使是简单的料理，只要用心制作，也能成为凝聚家人情感的美味佳肴。文化是什么？从每天的生活开始。文化是什么？是从感受跟从心里开始。可是让我们更敬佩也更高兴的是，这个种子撒在孩子的心里。走过的过程里面，有学校改变了主题，有学校调整了方法，有学校扩大了范围，有学校聚焦了一些作为。我们看见老师的灵巧，也看到孩子的投入。不晓得是不是各位跟我一样，都看到孩子长大了。所以再一次感谢所有的老师，愿意提出梦想，愿意带领孩子答应嫁逐梦。
同时搭了舞台，也谢谢你给我们梦想。好好吃饭，就有好未来。用饮食亲近文化，爱这块土地。从今天，所有的团队都是丰食家庭里面的共同好朋友，一起再把饮食文化散播到更多的校园。也希望明年这个舞台上有更多人一起来逐梦。我是谁？南瓜阿北，这么帅，不是来台北吃一些特别的吗？